Hello， 大家好，早几日我去咗马鞍山恒明街休憩处公园度赏花。交通就是屯马线恒安站 A 出口，大约步行五分钟就会到。踏入夏季六月至八月咧，就是大花紫薇嘅盛况。而围住公园大概有十棵大花紫薇开始盛况中。大花紫薇原产地于印度、中国和澳洲，它属于千屈菜科落叶乔木。大花紫薇又叫做洋紫薇，它盛放时紫色花又大朵又多，一串串向上伸，聚身于树冠。它每对花边缘波浪皱曲，好像有六块皱纸的花瓣。在盛放的时间，它紫色的花朵向晒树顶爆晒出来，好靓，非常抢眼，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看看的。公园里面仲可以欣赏到碎花旗盘脚。碎花旗盘脚是玉蕊科的常绿乔木，它天然分布在亚热带、亚洲、非洲、澳洲和太平洋岛屿上。它的果实好似菱形，传说因为它的果实形状似古时中国围棋盘的脚，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碎花旗盘脚了。它的花瓣其实是乳白色，而一条条凸出来的就是粉红色和白色的，就是它的花蕊。它的花期是在六月至九月，而它的花的颜色是有粉红色和白色。它的花串由叶顶叶翼伸出，圆碎半空中。它的花有淡淡青埃味，所以吸引了很多蜜蜂来采蜜。它的花通常由傍晚由上至下开花，清晨就会落下散会在地上。而负责公园的花园职员就很勇爱，将花砌了不同图案让市民欣赏。